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在这个城市呢，我们已经执行了云端部署。那我现在在个别执行它，因为我没有勾协同控制，所以目前光敏数值已经成功取得。好，那两个装置就同时运行。那我们还可以透过遥控器上面的这两个按钮来控制三色 LED 灯的变化。